大家好，谢谢。谢谢大伙儿啊，喊的还有喊生孩子的，快来，现在生吗？什么叫现在？谁要生孩子？你过来呀！来吧，你上来。不是都多大岁数还玩上上下下的游戏呀、啊？你少坐电梯呀、啊！都成年了，不要这样了啊！真是的，来了这么多，好啊，好好，喊什么？我以为跟我聊天的，喊了一句相公，叫我呢，叫我呢。这是你相公啊？哎呦我的天，你也是不挑食。谁还过节不吃月饼呢？啊，那喊，哟，你看看，还有喊，还有，大哥你于什么？人家喊一个长得好帅的大哥，没想到是哦，你媳妇喊的呀？那怎么做的这么开呢？这是就不是两口子，你就不要没有必要迂吧。毕竟哈，实力还是在这儿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都低调一点啊。今天我发现这个就是很难掌握观众的笑点。今天都过节嘛。啊，就是，真的行了，大哥，刚上来还退票，是不是走错了？今，哎呦好，山顶的朋友你们好。啊，这是三楼、二楼的。哎呦，三楼的，三楼的，哎呦好，二楼的，二楼的，哈哈。哈哈，这好好好，哎呦，地下室的你们好。哪有地下室的朋友？这跟人比就算地下室了吧？哦，您这水平线这么高。啊，今天来说呀、啊、是个好日子。行了，我该我说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以为那边角还有俩说相声的。来来来 ，listen to me 啊！您这什么话？这是方言。这是方言呐！啊，会的、哦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中秋佳节。好、啊。有人说中秋佳节，那位大哥不值一提。哎呀，真是。这什么上下联你看了？中秋佳节不值一提，应该多提提。哦，咋的了，大哥？这是，再不提鞋就踩掉了啊！好日子，对不对？你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嘛。啊，是。遥知兄弟登高处。嚯、哦！哎，遍插什么少一哈，对吧？没背熟啊。都会这个，那等等都不会吗？嗯，好日子嘛，然后正好啊，今天大伙儿一块儿过过节。哎，对，都怕大伙儿在家里边吃饺子不来这儿。说实话，这不这节吃饺子干嘛呀？中秋节吃什么呀？你看，说炸酱面，还有什么？就是不吃月饼是吧？元宵、香肠，哦，狗不理、臭豆腐啊，窝头。中秋节吃窝头，行了，您的口味太重了，仿佛在那一边我听到了那样的声音。这是一个比较吉祥的食物啊，无所谓。现在什么日子呀？就是说不像说过去了，是吗？好日子就是说，也到过年了才能吃顿饺子。哎，对，什么日子我想吃饺子就吃饺子，怎么了？随时随地的爱吃，嗯，气死你。谁生气了？对不对？月饼啊，反倒大伙儿，我猜啊、嗯，我猜肯定有跟我一样的朋友，就是不太喜欢吃月饼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自作多情了啊！我以为是这样的，啊、尤其有听五仁馅儿的。五仁怎么了？小时候啊，那时候家里买不起别的，就能吃这个，有点吃伤了。嚯、哦！现在后来看着什么，还有什么又什么蛋黄馅儿的呀？啊，莲蓉的。哎呦呦呦，都没听过，都是雷。哎，你这话筒晃什么呀？我呀，我打上台来就一直找这机关在哪儿，是在我脚底下。我觉得要不然咱这样，在我脚底下。我没怎么说他话头老话呀。你就看出这演员是蹦着迪说相声的，咱们这叫台阵。
这是一个好台啊，这台上都直颤悠啊。哎，你别，你回来，你回，你这样，咱把桌子往后点，不就完了吗？这样就不颤了。把桌子往后，更颤了。哎，往前点，往前点。啊，这样就行了吧？这样影不影响？三楼的、二楼的还能看见吗？哦，看不见，那往后点吧。哦，这样行了吧？哎，没事，你说你的。啊，我估计是这样的。他说那位方向喊了一个什么？那边说让你到他怀里。到你怀里来，你自己就别颤了。不是我不想颤，因为你说你的，你看你说你，我给你捧个来，你哎哎，这一块儿就和谐了。然后咱们三层、一层、二层观众，咱们都坐着。哎哎，行了，咱俩这今天的相声，咱们稳稳当当的说，对，争取让他不颤悠。好的，你给我好好的啊，在家坐惯摇摇了。那是确实啊，来说，你看平这是摇滚相声嘛，对不对？摇滚音乐、摇滚相声嘛，谁摇谁滚呢？这是，对不对？咱俩摇啊，太神奇的一件事情啊！第一次还有这种感觉，每一次相声、每一次演出啊，都有一个新的体验，跟在船上似的。啊，都是我觉得挺好的。相声嘛，它我觉得这种多变性啊，才能让大伙感到新鲜、随意性，哎，才能就是刺激到演员即兴发挥。对了，你知道有些时候就喜欢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。哎，是啊。对了，看着虽然说还是老面孔吧，嗯，但是每次聊的也都不一样，都有新话题。对，可能有朋友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剧场，啊，第一次听德云社，是，所以说也得简单的先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啊，您还得说说，他万一不认识人家呢？我以为万一不认识人呢。介绍一下啊，我叫张鹤伦。哎哈，确实哈，我的名字四个字来形容，我以为中秋佳节呢。好，旁边的这位到我，哎呦，二十个字来形容他。哦，这么多吗？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。哦，您说说我听听。那真是如雷贯耳，不敢不敢。皓月当空，哪里哪里，名驰宇宙，您都抬爱了，晃动乾坤，我这是我吗？这神马玩意，我一个人给多少人捧哏呢？我啊，这都是这毛病在您这儿。哎，您给大伙带坏了，他们都不信了。怎么不信了？我都快信了，这些字。你先别信。我什么叫别信呢？你不是很巧妙地躲开了这些形容词吗？那这神马玩意我躲开没躲开呀？就结尾这个适合形容您。哎，没听说过。郎老师，您老师现在谁不认识啊？谢谢。我就发现现在观众有个特点，嗯，为什么介绍我们逗哏的观众都咦，我介绍捧哏的都这么热情啊？大伙喜欢。这么你介绍我发现可能是出自逗哏的口，观众喜欢欺负你。介绍我，介绍你，我先说你。对的，介绍咱俩，你介绍咱俩，我介绍咱俩，这样不就好一点吗？那个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好朋友、好搭档张鹤伦，还不如刚才呢。你再说你自己，我听一下。我还没说呢，还没说呢，就这样刺激我。我的这颗心，我跟你说，您那心有点肥大，您这，我网上都是这张照片，网上这张照片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说什么又是囧，弄一个囧，弄什么，我说我太凶了，要不然哎，你站这里边一块颤就不显了。那是到底是台颤还是什么颤？别闹了啊！我下以后这样说相声。哎，不好不好不好，你这样不随和。就是，嗯，郎老师现在名气很大，没有那么大。我能承认啊，观众喜欢的我也能了解。大伙捧，对不对？嗯，大伙捧能耐在这儿的，还所以说呢，今天能跟杨翔老师在一块表演呢，心情很开心。就是我那摩托搁在剧场外边了，谁杨鹤翔啊？这是，啊？郎鹤爽啊，谁郎鹤爽啊？您没听主持人说梁鹤炎吗？这是耳朵也好使，多新鲜的！我天天就听我这名字，我跟你说，
我也刚开始啊，听那个主持人报幕，下面请您欣赏，欢迎您来到天津，就卡壳了。他可能也比较开心。哎，我觉得卡壳很正常啊，毕竟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很着这个第一次人主持张鹤伦狼言相声专场嘛。是。结果一介绍名字，是表演者张鹤伦梁鹤也，当时我就乐了哈、啊，很正常，哎，就是很正常。你节目哪次对过？哎，你他那个狼和炎，动不动就撒火，写成三个火的炎，对，对不对？有人写着齁死那个炎，对，这有点夸张了吧？都是那样的，他要不狼和爽，都是这个啊，是，都是他。狼和谈，他的外号太多了，你说大黄、煤气罐、狼彪彪，这前仨都是谁给的？这是。你呀、啊，你注定就是个囧啊！不要闹了啊！确实没有关系，名字来说只是个代号啊。观众看的是你这个人哦，对不对？咱说人家看的是能耐，看本事啊。站在这个台上来说，尤其到了这儿天津啊，相声窝子，这话不假。对了，人家观众都是懂相声的，人都知道。人家看的是你在台上说的有没有知识性、趣味性强的东西。哦，这话您说对了。对不对？我怎么会有点怀疑您呢？为什么敢来这儿演出啊？因为你没文化呀。说谁呢？您呢？我没文化。有吗？睁开你眼，睁开你那眯眯小眼看一看我。我看你我都得瞎我。文化德云社没文化那那。怎么你跟主持人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？没文化那是他们。哟呵，那他们都谁？他们啊？你看你我师父有文化吗？不是，您看师傅那写的东西吗？还没问。确实知乎者也的来说，他自己看得懂吗？对，问谁呢？上过初中吗？对对了，郭麒麟初二毕业，他们老郭家初二就是一个坎儿，这学历没上去，都没有办法，学历都在摆着呢。郭芬阳，我打赌小学毕业算他成功。好家伙，这三岁看老就这么看出来的。都在这儿呢啊！那能耐摆这儿了，你看像剩下德云社有这几个，那谁这没有什么学问，看不上人家。他算是一个，嘿，哎，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。哎，知道还行啊，学问来说比他们略微高那么一些，清华的落榜生。那我跟他们差不多呀，这是。考清华是失之就毙。哦，这还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失之就毙，嘿嘿，是是。考清华差了620分，我大傻子，别这么高调，我大傻子，我是你那样吗？我这是反义疑问，我说，嘿，亮什么线啊？不是我大傻子，不是这意思吗？咱俩谁自我介绍呢？这是，就是你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说差620啊，我考了620，考了620，嗯，啊对，考了620分，对，但是仍然没有考上清华。是因为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万，谁说的？说失之交臂，那6201万上哪失之交臂去？是不是没有考上？没考上，但是也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学府。我第二志愿，蓝翔技校，母，挖掘机专业。您等一下吧，您这挖掘机，他这挖掘机还伸缩性呢，您看看，您这俩钩。那怎么都一个勾啊？你双学位，挖掘机有双学位啊？硕本连读。哎呀，你真是高材生啊！这是，啊，是不是蓝翔的？新东方。我怎么新美容美发？我要这样美容美发毕业的，那学校早倒闭了。哎，跟我说实话，脑袋这不贴膜了？谁往脑袋上贴膜啊？磨砂的。没听说过，头两天高清的呢，还今天有点没刮啊！我跟你说，甭管刮没刮啊，脑子不这么亮了。不是新东方，不是新东方，对，也不是蓝翔，哪儿？北京，北京，北工大，北工大，对，北京公交大学，有知道这个学校的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公交大学倒档系的高材生，我倒啊，压我脚了啊，是不是那个？压脚？你捂肋叉子干嘛呀？您是躺着让人倒的是吧？那你躺骨灰盒里不完了吗？不是，压脚连锁反应啊！倒，回轮，好的，欢迎里边，哎，男宾两位拿好手边拖鞋，二楼请。
你去过的地儿不少啊。我猜是不是你的？猜什么呀？我们不是那个挖掘机什么的，这个公交大学都不是，都不是吗？北工大，北工大，工业大学，北京工业大学。对，哎，这个学院又知道了。嗯，因为他是这个高材生嘛，计算机学院。对了，在计院当中算是不错的一位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用您给我评价这个呀？怎么了？我是哪儿的？计算机学院，简称计院，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上过大学的都这么简称啊？你们就不回家过个节吗？啊！流浪的人在外间，一场无情的雪崩摧毁了我的。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我从乌兰浩特那边，让我那小盆掉了。我夸你的是怎么着了？夸谁？谁是那没家的人呢？这是？这都不是重点，还是什么重点？你哪毕业？我瞧不起你了吗？不是，您上来哪句瞧得起我们？我瞧不起你了吗？还要多瞧不起啊？咱们的学问在这摆着的，一嘟噜一块的。我们确实看见一嘟噜一块的了，这是。没看您学问的？都是学问，这里边没别的，全是下水。这下水，他你看，他这肚子里没有别的了。谁肚子里没别的？学问，您的学问搁肚子里边儿。对，知识。我看你有点难受。知识。哦，知识。对了。哦，这看不出。能耐都摆在这儿了。能摆在这儿是？您有什么能耐呀？什么能耐都有啊？什么能耐？文学。文学。对了。我说这么大。文学，你看，中国的语言，啊，汉字。博大精深，你别老颤，你别老颤，这不是我颤的问题，嗯，能耐在这儿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小学时候上过学，都学过这个呀，你学过什么？知乎者也呀，啊，你没背过的吗？不是，都背过这个呀，知乎者也啊，唐诗宋词哦。没学过吗？木兰辞。那你来了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？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。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领兵，军师十二卷，阙履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市鞍马，从此缔结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你看，可以鼓掌啦。你这都有啊？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呀。你们书上有这四个字？你们那是写的是背诵全文吧？对呀，啊，我们打小就这四个呀。我们跟你那不一样哦。好好好，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进行鼓励的哦。这木兰辞就这点都有哈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呀？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，满面尘灰烟火色。我没用你捧哏，对不对？都有啊。啊，还有《出师表》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，都有这个呀。嗯，这是哪个《出师表》啊？就我们那嘎达的呀。你们那嘎子可以鼓掌了，在哪儿呢？这是都有哈，就别胡说八道。课本写着的，背出来那叫能耐吗？怎么着不算呢？对不对？学问叫背出来啊。那您要一个字一个背呀，啊？啊，即兴发挥呀，啊。您背都背不全，还即兴发挥？即兴发挥叫能耐，真能耐。当然了，咱在这儿过节，咱来一回，来一回啊，好不好？来回什么呀？咱来他一回文字游戏。这什么？哦，文字开始。嘛呢？这是蚊子吗？吸一口呀，有硅胶。咦，是您那倒没有，您那都囧了。怎么？好吃自己吃惯了，这是。对，我说蚊子就是吸血那蚊子呀。那个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白不呲咧的，好几天没吸血了。不是那个文字，是文学汉字之游戏。文学汉字。对了，好，来一回啊，来一回啊，咱来他一回八大吉祥。哦，耳熟。嗯，跟我说这么八个字：天桃林海，灯莲香八。天桃林海，灯莲香八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咱们把每个字拆开了做四句诗，把一个字拆开了变成两个字，诗里边得有三个人物，谁问谁，问谁上哪儿去，最后这个字还得落到头一个字上，就让他说出一大套来。这是一个贯口，大伙儿听得很清晰也很仔细。嗯啊，什么意思？是就去当蚊子去吧。啊，什么叫什么意思？没明白呀。不就是拆字游戏吗？拆字不行，还得作诗，还得有人物有故事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咱今天来一回。好啊。哎，嗯，
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条件都是什么条件？我说了一个字拆开了变成两个字，诗里边得有三个人物，谁问谁，问谁上哪儿去？三个人物，谁问谁，问谁上哪儿去？最好是古人，最好是古人。对了，那这样的话啊，今天啊，咱不说古人，你可你说古人，咱来回新的，来回新的，对，新的，哎，新八大吉祥。哎，你上台怎么不告诉我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的都是老观众啊，咱们得演点新的嘛。啊、好极了，那我说古人，你不说古人，你说什么呀？哎，咱们叫德云八大吉祥。你看，有德云扑克牌，就得有德云八大吉祥。真好，那扑克牌到现在还没有过分扬呢。哎呦，哎呀，说完这个节目之后，这扑克牌火的不要不要的，啊，火了都不要了。你能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吗？我能理解，什么叫火的以后都不要了？再来一回。好的，来一回，听我这个啊。先听你的。我这个先说天。好。一大念个天。哎，兄弟，先宣拦你一会儿。什么叫先宣来我一会儿？先别动啊。一大念天吗？一大不念天吗？嗨、哎，一个一，一个大，念夫，丈夫的夫，爷们儿，张九南。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咱们这节目不随时 carry 咱单位演员吗？没事，老 Q 他们啊！我跟您说，这一大我们不出头。那你说一大不出头，念个天，宝贝儿，这还叫诗吗？在我这叫啊，九言绝句啊，一大不出头，念个天，句号。他真能凑合啊！好家伙的，您要是十几言呢，是不是还有省略号啊？您这是那个。就有你别管，一大不出头，就听你的，就是念个天啊，谁听你的？一大念个天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哎、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吕蒙问孙权，对，兄台怎么着？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三国吧？他说是。吕蒙问孙权，大伙很熟悉的人物，你也知道啊？对了，吕蒙啊，啊，这是东吴的一个谋士，不是谋士，人最后都是都督了。对对，大都督啊，嗯，大都督，你看看，孙权，嗯，东吴主是拿手技能是制衡，制衡，容我三思，换四张牌，哇，郭汾阳，我师娘，郭德纲，于谦，换四张牌。您说的那是三国杀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我说的是三国人物，跟您那桌游手游没关系。是不是三国当中的人物？是三国当中的人物。听我说完。吕蒙问孙权，问谁？关羽哪里去？关羽哪儿去了？麦城宾了天。哎，关羽走麦城。天字起，天字落。听我的，该您了啊！我听您这现代人物啊，说德云的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哎，托烟天，对吧？白期待了，你拼出来没用，谁问谁？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哎，上面来个草字头，念什么？天字来草，草字头。嗯，不知道、啊。不念字，这不是应该第三番才这么说的吗？我喜欢现在说。好吧，一大念个天，哎，下面来个草字头，念什么？也不认字儿。Yes, it is. 今天是一个打灯谜的节目哈、啊。一大念个天。嗯。哎，上面来个草字头，左边来个单人，右边来个立刀，下面四点底，这个。还不认识啊？漂亮。确实不念字啊。兄弟，你告诉我你那点在哪儿呢？是。什么叫还不认识啊？不是你找不着了吧？就这个说现代人德云的人呢？一大。念个天，谁问谁呀？师傅问于谦。哦，郭老师问于谦。哎，哦，问谁呀？问于大娘哪里去？不是，师傅问他干嘛呀？师傅问啊，节目当中怎么写呀？没有于大娘怎么创作节目啊？行，于大娘哪儿去了？哎，泰国玩三天。嗯。不是，这于大娘自己个儿上泰国玩去了，旅游去了。哦，那是山好人好的。嗯，好，对不对？溜达溜达。行，上那儿玩去了。哎，泰国玩三天。那接着往下来啊，桃，你的木照念个桃。等会儿，木照念桃吗？不念桃吗？一个木，一个赵云的赵，你告诉我念什么？
不是您那跟天字上面有一草字头不一样吗？这怎么了？一个木一个赵云的赵干嘛呀？我们那是瑞雪兆丰年之。那你说呀，就是宽带呀，对不对？木宽带那个头，你说呀？咱都五G了，您还木宽带呢？这个，啊、你说那个赵谁知哪个赵啊？您说那个也没有这么猜的。木宽带那个头，我说木 WiFi 好不好啊？这个。也行，也行什么呀？我们就说穆赵念个桃，穆赵念个桃。对了，谁问谁？许褚问张辽。啊，许褚问张辽。哎，兄台，怎么了？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三国吧？你猜对了。哎，嗯、啊，不要学我说话的样子啊！学你说话样子早死了。许褚问张辽。嗯。许褚裸奔斗马超，对，是不是有这出？您穿上点，穿上点。裸衣斗马超，对了，赤膊上阵吗？哎，光着膀子。对了，哎，光着膀子，脱掉，脱掉，哎，脱到这儿，出来一囧字，追马。哎呀，给马超吓的！哎呀，他的身上还有字儿呢。你确定许褚有我这么发达？我只确定他没有那你那么白。许褚人家健硕的身材哦，好的呀，对不对？嗯，追马超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赤膊上阵，对，裸衣斗马超，裸衣斗马超。对，许褚啊，这牌问许褚问张辽，张辽偷牌那个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您这还是三国杀了，这没有这个啊。许褚问张辽，问谁？问蒋干哪里去？蒋干哪去了？相府献寿桃啊。相府献寿桃。哎，曹操。听我的，对，该您了。说一大那个天，穆赵，穆赵那个天，桃，穆赵那个桃，好像说对了，说对了，为何还歇我一下这样的？这是惯性思维啊，刹车没踩住，再打我弄死你啊！不要这个样子啊！说穆赵那个天，桃。穆赵念个桃，嗯，谁问谁？说小栾问老高，小栾哦，高栾组合，哎，哦，栾云平问高峰，哎，哦，问谁呢？问于大娘哪里去？不是，怎么这对也问于大娘啊？很关注啊，啊，很关注啊，焦点，德云社焦点啊，师傅当中的作品的人物，那能不是焦点吗？是啊，对了，哦，那这回问的上哪儿去了？哎，玫瑰园去找桃。不是玫瑰园有桃吗？桃是谁呀？师傅啊，于大娘找师傅去。哎，给师傅从泰国带回来点特产。泰国什么特产呢？泰国你想有什么特产啊？咖喱。疯了，那玩意儿太好了，哟，长得那个标志啊，太啊，介绍一下，反正这是我泰国带回来的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这还玩意儿还能带回来呢啊，聊聊天，嘿，那有点意思，这个特产，好好好，接着往下来啊，林林二木念个林，等会儿，兄弟，你这新八大吉祥动作一点没改呀、啊，不是、啊、二木念林吗？二木怎么不念林？一个木，又一个木。念什么？念比目鱼。这是到这儿必须得吃塔吗？是不是？念朋友的朋吗？没有，下面没有那勾和那撇儿。不是，您都能想到没勾没撇儿了，您就不能想到这二木是两个木头的木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你这他还理直气壮了，两个木头的木、啊。那你说两个木头的木，你说二两个木头的木念葛林。废话，我干嘛不说一大不出头念个天呢？这个。对不对呀、啊？二木念个林，谁问谁？张飞问赵云，哎，问谁？问黄嫂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躲避密宗林。好，长坂坡单骑救主。哎，知道就行了啊。听我的，该你了。说，二木念个林，这是谁问谁呀？嗯，小二，不可能忘词儿随便编呐，怎么能忘词儿呢？看看他即兴发挥，想说什么说什么呀？啊、嗯，你是想说什么说什么。贺祥问大林，哦，阎贺祥问郭麒麟，对，哦，问谁呢？问于大娘哪里去？
哎呀，这真是中心人物啊！这阎鹤祥也问于大娘是哪？啊，于大娘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去钻小树林。对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怎么了？你能这么说一长辈钻小树林的？小树林，哎，小树林里边上小树林里看看绿化怎么了？在外边也能看。不是，你不得上绿？你大伙儿不也逛逛公园？有没有这时候？有逛公园的。逛公园，你平时你不得上树林子里边逛公园吗？都怎么了？于大娘就不能上树林里边看看去吗？对吧？钻一钻，哎，小树林的风景不错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跟特产聊聊天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这特产不是给师傅了吗？就是对，要去要回来了，让老有这，行行行，老有这特产的事。那、哎、祖国的大伙河山，瞧一瞧，这是我们的祖国。嗯，好好，于大娘都改了泰国口音了。咱接着往下来啊，水美念个海，谁问谁？周瑜问黄盖，问谁？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。嗯，什么就灭绝了？孔融早都灭绝了，白垩纪的事儿，白垩纪的事，对对的，流星就是啊，地震海啸哇都有，孔融跑啊，好了好了，再跑回来，停，跑。恐龙啊，啊，还啊什么呀？我用你捧啊这个，我说的恐龙，恐龙，恐龙，龙四岁让梨那个，四岁让梨啊？哦，你说那你说清楚了吧？我刚才说白垩纪，我就不明白四岁让梨的恐龙嘛，对，小孩吃小梨，大梨有虫子，哎，对不对？就这么让出去的呀？鸡贼恐龙，大姐，不是鸡贼呀，这是，人家是孝顺。明白吗？好，听你的。哎，问孔融哪里去？孔融哪儿去了？少居在北海。北海太守孔融是。听我的，我该听您这个。听，水美念个海。这回谁问谁？嗯，锅仔问鱼仔。这是准备炒菜呀、啊，还是吃饭呢？这是不是啊？锅仔鱼仔，这不是就是郭家的崽子问老鱼家的崽子？这是他说的啊。不是，就是两个富二代在谈话。你不如说郭家的孩子问于家的孩子。就是两个星二代在交流啊，星二代在交流。郭仔问于仔，都开始跑车去的啊。嗯，那是必然啊。是是是，问那个哎，于大娘哪儿去了？于大娘哪里去？不要拿腔拿调了，哪儿去了？歌厅唱大海。这于大娘太没溜了，是吧？自己没事上歌厅唱去？谁说自己去的呀？不是啊，跟桃去的。不是，特产。得，那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祖国的歌厅。这到哪儿都这么近？不是于大娘是导游啊？是怎么了？这带他看看呀？啊，看看大海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别说这大娘唱的还真不错、啊哎、你让你听听我的歌声、哎、咱别老说这腔调好不好？歌厅唱大海、哎、啊，接着听我的。火丁念个灯，谁问谁？马岱问孔明。问谁？问魏延哪里去？找司达叔去了。哎，我又不明白了。司达叔，魏延请找司达叔。怎么哪儿都指着这儿呢？这是您这什么呀？这是那是魏在哪儿？魏在这儿啊。哦，魏在这儿是吧？是啊。那不，您这胃怎么这样呢？您这漏斗，胃下垂了，胃下垂，您这锥形下垂，这是胃下垂了，怎么了？啊，魏延哪里去吗？去找马丁林，找谁也没用。魏延不是胃里犯了炎症，那得谁？蜀国大将魏延，魏文长。那你说文长哪里去不就完了？我干嘛不说一大不出头念个天呢？老有这句，多新鲜呢！行，就魏延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闯灭七星灯。七星灯，五丈原，诸葛亮归位。哎，诸葛亮去世。出祁山，五丈原，诸葛又相星啊！哎，这什么都会啊！嗯，该您了，听我的啊。说一大念个火丁，火丁念个灯，你随便说谁问谁吧。
我想到谁了啊？小 A 问小 C， 火定念个灯，谁问谁？孙悦问云鹏。哦，孙老师问岳云鹏。对啊，于大娘哪里去？他们都知道了。嗯，于大娘哪儿去了？去买小粉灯。对，谁说开业了？你大娘，你大娘在这特产，这是我们的小粉灯。对不起，我抢你词儿了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人家里边跟于大爷搞一搞情调，在他家里边你光是那种白不呲啦的灯泡子有意思吗？白不呲啦灯泡子，黄不呲啦的灯泡子，黄不拉几的灯泡子有意思吗？弄点小粉灯，哎，装饰一下。好嘞，挣钱了。行啊、嗯，什么什么？于大爷出去挣钱了，咱能买得起小粉灯了。好家伙，您这倒装句啊，这是、嗯、吓我这一跳。很严谨的、嗯、是，小粉灯不是那个于大娘啊，然后接着咱往下。到你了，不是我。是到我了。我老想于大娘。你被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、啊。刚才一大念个天的时候，吕蒙就问孙权了，怎么又问一遍？哦、为何？您那意思，我这出来一遍了。对了，于大娘已经出来七回了。谁说的？啊，五回。六回，街头林海灯连，灯连啊，是五回。你臭捧哏的，没有没有，想蒙蔽我们？不是，因为于大娘戳瞎了你的鼻子。于大娘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一回，深深的脑海里。你自己想，你不要跟我的作品挨着。你要不说这个，我也不会这么想，啊。我们专电视后边不一样。那你说后面不一样完了，你也别让我说完呢，说完就戳我，对不对？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问谁？张飞哪里去？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哎，哪去了？三马并相连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。哎，这都是三国呀。听我的。嗯，该你了。哎，说车走念个连，还有新人呢。谁问谁？师父问于谦。您这刚才后边不一样啊。于大娘哪里去？这不也后边不一样啊？旅游去大连，合着您这就一句不一样、啊，一句也是不一样啊。嘿，行行行，带着特产，这是我们的祖国的大连。于大娘从那儿回来，这味儿就没改了。看看我们祖国的大连。行行行，都吃出海蛎子味儿来了。合着念个香。谁问谁？鲁肃问周郎。问谁？刘备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龙凤呈祥。刘备娶妻。听我的。嗯。何日念个香？我听听这回谁问谁。小白问大黄。这两个人还很熟啊，就直接说于大娘哪儿去了。谁说的呀？不是于大娘了，是于大娘哪里去？有什么区别呀？你那是于大娘，我这是于大娘。好好好，于大娘哪里去？哎，洗澡擦香香。你就问我这个呀？我问问你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怎么看见的呀？在脑海里知道的。不是，没事儿，这个于大娘还是洗澡擦香香。东一趟西一趟的，人家跑来跑去多热呀。他就不去好不好啊？洗澡擦香香健康啊。好嘞，好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啊啊啊啊！谁见到的热是热敷啊啊啊啊！锁住水分逃不掉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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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你。好嘞好嘞，皮儿大念个八。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。哎改了哈，这会儿听着没有，刚才三国的、这会儿改了唐僧白马，说改了红楼梦了。你要大露怯了你啊，这叫红楼梦啊？这什么呀？水浒传。对，哎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水浒传吗？西游记。为何改了西游记了？还问我为何改了？我改为了你也改。我也改，知不知道？我这多好啊！你这好什么呀？你这个啊，不能老问于大娘了，知道吗？于大娘已经很累了。
啊，对不对？钻小树林，擦香香，唱大海，还砍桃去，老带着他那土特产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行，歇也得歇。改改，听你的，听我的啊。皮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悟空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高老庄去捉猪老八。好、哦，猪老八，嗯，猪老八谁呀、啊？猪八戒，你二哥。该你说了，二哥。二师兄，哎，别来这套！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我就管于大娘上哪里去了？徒弟，徒弟，大圣，这徒弟老出来都得这样了，你看。此物欲金而落，欲木而枯，欲火而焦，欲水而化，是欲土而入啊。我问你，于大娘哪去了？没有，没有问于大娘哪去了。啊，不，不要让于大娘再出去了。行，很累了。好。于老师家里那小粉灯呢？行，换人行不行？必须换。没有于大娘啊，不问。不要于大娘哪里去了？听着，撇儿呢，念个八。谁问谁？哎，特产问于大妈。于大妈是主人公了，对了，特产问于大妈，哎，那问谁呀？问于谦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河边钓王八。去你的吧！婚姻与爱情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，掌声有请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大伙儿啊，好嘞，大哥，快来、啊，大哥爱我的，你看，来升几只，大哥喊哇，张伦，我给你升猴子，哎，有喜欢他的吗？谢谢。哎呀，这是你喜欢他不嫌脏啊？哎呀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是还要喜欢你他啊、嗯？也是。大伙，我要给你生小黄啊！这提前把名儿都起啊，真好啊！他要给你生狗粮。行。哦，我以为要生狗粮呢，我说这太难了，这都。行了，谢谢大伙啊。来了这么多的朋友，有其实有的认识我们的，有的还不太认识我们。是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还说呀？啊，毕竟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嘛。嗯。观众有的喊的要大黄小白的，我们其实也有人类的名字。多新鲜呢！您别当真呢。大家好，我叫安琪拉。我叫安琪拉，我叫安琪。那我叫沙琪玛。你叫大姨妈吗？不是，没听见说过。好，我叫安琪拉，是她的大姨妈。哪有这话？就是说，女性穿红的很正常嘛。对呀、啊，穿的那不拉几。还真记得哈、嗯，简单介绍一下，我叫张鹤伦，啊。啊，掌声不是很热烈啊，哈哈，没有关系，挺多的啊，但是名字不值一提。这演员就是谦虚啊，介绍一下他。嗯，哈哈，更尴尬的时候到了，是吗？迎接一下东北的冰天雪地，他叫郎鹤炎，现在。不是，怎么回暖了？今年是个暖冬啊！哦，我对大哥说的对了啊，彼此呢都给一个台阶儿。我相信啊，
这个剧场的温度呢刚刚的达到了沸预热啊，对，刚才都是预热，接下来呢重新介绍一下，再来，我叫张鹤伦。哎哎哎哎，介绍一下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别说了，我估计是位置的问题啊。我站这儿还没不如桌子里边呢。介绍一下位置，这回你先说。我叫郎鹤炎。位置的原因。到我了，介绍我。他叫张鹤伦。回来了，我相信你们已经等了很久，谢谢你们欣赏张鹤伦。哎，我再缓过来了，又再缓过来了，缓过来了。不介绍他了，算了啊，没有必要。哎，又背过气去。对，没有必要再次面临尴尬。嗯，没有关系啊。其实也很知道，他呢外号叫尖沙嘴段坤。对，他知道什么名字这是？不是这么说吗？看抖音看多了。贾伟，阿伟已经死了，你挑的偶像段坤我吃定了。尖沙嘴段坤。还行哈，还真知道点。郎老师就是博学得才啊，还行啊。在鹤子科里来说啊，这算是激励鹤群的一位演员。我激励鹤群。对呀，啊，谁看得见我呀？这个，哎呀，自个儿多高个头，心里没数吗？你踩着这刺儿，没有关系啊。太讨厌了。两个人相识也很多年了，嗯，观众对我们也是比较了解的，都知道。尤其今天来啊，今天来的观众，我猜大伙儿也都是喜欢这种相声这种感觉。哎，是啊，偶尔能搭个腔啊，哈，互动互动啊，交流一下。尤其咱们东北啊，对这个互动呢更会热烈一点，嗯，都能理解，都能感觉，尤其起哄的啊这种，嗯，哎，刚才我知道没给我鼓掌的，我都看在眼里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的小本本都记住了。您这都记得住谁呀？记得着赵二国、李刚蛋都在那儿呢，还有叫这名字对的王铁棍啊，刘嘎啦，对，刘嘎啦，好，就喜欢在那角那待着，都有。其实我知道今天来了好多的朋友哈，你看都是情侣往这一坐，有的是小两口，有的是情侣，有的带着朋友的，带着媳妇的，还有带着朋友的媳妇的。哎，别胡说啊，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的。你看你是不了解我们哈尔滨呐。不能吧，这是一个比你听听啊，这么着调查一下啊，楼上楼下包括地下室的朋友，那地下室的不出来也罢，带着自个儿的媳妇儿的举下手我看看，好漂亮没有，嗨，就喜欢这种寂静的感觉。不是您的没看准，有前面那个举手，哪位举手了？你举手再举一下我看看，大哥哪个是你的？哪个左还右？我，这话接的有杆儿 啊！大哥，哎呀，这直插我的小内心啊！哈哈，你确定不是插在小本本上了吗？大哥的，大哥，哎呦我去！行了，真能闹啊！行了，大哥，你这么喜欢我，送你个成语。什么成语？迎难而上。难上加难。你赶紧拿小本本记下来。很开心啊，能感觉到了。今天有单身的朋友吗？怎么单身的还挺多哈？啊，单身的朋友想跟你们说一句话。说什么呀？该。嗯。哎，对。什么？不是该结婚了。咱别大喘气呀，是能
别着急，刚才那个王刚蛋介绍给你了，还有刘嘎栏，你选一个，都是不错的。行，我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大哥先点的我，咱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，对不对？咱不能时刻都接呀。大哥，这时候你可以一个人喊退票。加钱也不可以，包夜更不行。那拿这当网吧了是怎么了？别闹了，说加钱刷卡的这些，哎呀，没有斗真格的。行了，咱们这二楼朋友。哦，好，伊春的。哦，回伊春的。哎呦，他说出了我的老家。我的老家呢，就是咱们哈尔滨市以外那个伊春。哈尔滨市下面的伊春。哦，伊春市下边的红星。哦，对了，我的老家就知道红星那嘎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挺好的。对的，挺好的呀，对不对？真的来到这儿，我相信来到这里的也不都是哈尔滨人，五湖四海、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到看了我们的相声，张鹤伦还有等等等等，我们的相声专场，就是为了喜欢我们，包括啊送的这些花啊，我都知道，好多朋友看了每个卡片上的名字也都不一样啊，都是喜欢我们的哈，没送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。对，这个您这人太讨厌了。确实，因为现在这个剧场啊不让送礼物了，对，所以说呢只能摆点简单的鲜花，能感受到大伙儿其实能来买票，我们就已很高兴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人家买票不容易，一张票好几万。是啊。真是可贵了，赶紧给人报销，快点的。大哥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对不对？好几万肯定是在黄牛那儿买的。我们本价刚卖20。咱们这行情啊，这倒无所谓吧，那会儿就是聊聊天嘛，而且能感觉到能来听相声的就是心态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在家里边待着啊。有的人啊，有的男哥们儿啊，男同志在家里边老在待着，总那么待着容易得癌症。您这有科学依据吗？就是总在家里边宅着容易致癌。这不可能啊，致癌宅吗？他这病是拼出来的，你知道？你看，致癌宅，不像话、啊。女生朋友们也跟你们说，真是有单身的朋友啊，也得赶紧抓紧找一个吧。哎，心里都明白。啊，女生20岁的女生，当时没有贼心，没有贼胆；30岁的女生啊，有贼心，没贼胆；40岁的女生是有贼心，也有贼胆。但是哎，妈贼没了，这没有办法。贼都得癌了。都致癌了，咱来到这儿开开心心的，这样的挺好。为什么不结婚？我也能明白。真说，但是真说，那哥们儿，有那哥们儿说别在家里待着。真说遇见一位好的女生，是真的抓紧吧？对，因为现在啊，遇见一位好的女生不容易。哦，那你说遇见一个女生，哎，不要你车，不要你房子啊，不要你的钱，不要你的包包，不要你陪她吃饭看电影，只是要只想在你安静的时候，不陪你聊聊天儿。跟你说说话，你说这样的一个女生在洗浴200块钱贵吗？很难抉择。哪个洗浴？对，哈哈哈。确实，就说呀、啊，遇人，因为这儿的洗浴太多，我不好说啊。啊，就到那儿啊，就是跟你聊聊天这种。真说遇见好的，就一定要结婚，不要恐婚。有的人就是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因为这句话不敢结婚。哦，对不对？你说两个人结完婚之后，然后家里边第一个家用电器就是洛阳铲。洛阳铲，随时等着盗墓啊。对着袍是吗？啊，家里边床头一个对联：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。那是遗体告别时候贴的吧？那可是，就说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不对的啊，对的，没有理解婚姻和爱情的真谛。这么说您琢磨过呀？那当然都懂了。是啊，啊，那我先问问您呢，您说说这爱情怎么回事啊？爱情啊，爱情就是今天你想跟他睡，明天还想跟他睡。
哦，那婚姻呢？婚姻就是今天你得跟他睡，明天还得跟他睡。你没少去那二百的，就捏捏脚，说捶捶背，我最近后背还不得劲儿，这都很正常。是大鹅怎么叫唤？该耶，我会，你别考我，大鹅怎么叫？该耶，可以再声音撕裂一点，笑声别那么突出好吗？全场就听你在这该该该的。人是怎么乐的很开心啊。其实说实话，真是说新婚小两口啊跟老夫妻还是有区别的啊。老司机，老夫妻、哦、什么老司机，你天天开车开惯了吧你？我那是四驱的。就是说呀，新婚和旧爱是不一样的。是啊，哎，咱们都通过一件事就能看出来。哦，哪件事？比方说两个人走走街上啊，这女的不小心撞树上了、男的这一个反应一句话就能看出这是新婚还是旧爱。新婚燕尔，老夫老妻不一样的。对了，那咱在这儿来一回呀、啊、对一下，咱先来这新婚燕尔的看一看。好吧，好、哎、那咱谁来谁呢？ 这么着，你来那个娘们儿，我来你、我来你的爷们儿。哎，这娘们儿有点粗犷、哎、来吧，来，嗯，走着走着撞树上了啊。呀，呀，怎么了？那啥撞树上了？那啥了？哎呦，撞树疼不疼啊？疼啊！哎呦，就是撞红了，没事吧？不是吗？哎呦，都没破皮吧？还行，但是疼。我今天也没再撞个贴。嗨，谁背着那个呀？哎呦，这都红了，又比昨天那小草莓还红。真是的。咱不聊昨天的事儿啊。说今年还疼，真疼啊！废话了，你这有个态度啊！那怎么办啊？要不然我亲一口。已经好了。什么呀？刚要表达我对你的爱意。不用了。就是说，你看，这明显是新婚小两口，哦、或者是小情侣那种感觉。哎呦，你看看两个人如胶似漆的，很暧昧啊。啊，那哎呀，等不等啊？等不等啊？这种小感觉。对对对。等老夫老妻就不这样。老夫老妻这个比较简单，更加的这个恩爱才对。咱表演一下，再来一回，看老夫老妻什么样。好的好的。嗯。呀，啥玩意儿闹事啊？什么叫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闹一下？刚才我撞树上了。啥玩意儿？我撞树上了。树没事吧？树，我撞树上了。树有什么？这你坐树上了啊？瞎呀？瞎？那多大树看不见呐？不是疼着呢？啊、小树苗儿就那你撞啊？你多大岁数你霍我树苗啊？我霍过树苗干嘛呀？你要给撞坏了咋整？你公园，你上公园咔咔撞去呗。你撞哪儿都行，你撞人小树苗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可磕红了，你看看。那眼睛干啥的？眼睛放屁的呀？咋的？谁给你脑瓜削了？你会说话吗？你说你当爷们儿的，你的体质。那眼睛瞅啥呢？眼睛这走大马路，眼睛瞅啥呢？哦，哦，瞅帅哥呢？哦，看张鹤伦呢？好家伙，那我也看一会儿。哇，好帅、啊！哎，行了，行了。要不要点脸的这是？不要，没法继续下去了。这个，你看老夫老妻就这样，就有点争吵。啥瞎呀？往树上撞一天，这瞅着怕火的，赶紧走。哦，对不对？死出跟你死爹一样样。哎，我可没要变形金刚啊。就说这意思。讨厌。哪有这？对不对？嗯，就是老夫老妻。再举个例子来说，还有什么呀？拿他来讲，我怎么了？郎老师，你和新婚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对的，他跟他媳妇刚结婚那会儿，总听他媳妇说：“哎呀，你压我头发了。”你看那个时候就那如胶似漆的小感觉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压我头发了。不是，我媳妇说：“哎呀，你压我头发了。”啊，你怎么听见的？冲谁呢？秘密，秘密，别去了，这都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。这你别问，问多了心里是病。兄弟，你要不说出来呢？不是啊，你我你什么呀？我媳妇说你怎么听见的？我住你们家楼下。你住我们家楼下？对呀、啊，离得近。我们家是平房啊。
啊，不是你这下无盆还是哪嘎的？不是我离你，我非得逼我说实话吗？废话，我就要听实话。你媳妇声大，喊的，哎呀，你压我头发了，小区都听见了，整个小区广场都听见了。这白家正跳舞的，哎呀，又压头发了，这也太频繁了吧。就都能听见，人家别人广场跳舞呢，都能听见你媳妇喊这句话。好的，好的，就是声音大吗？好好，那时候都能听见，就说现在那就听不见了。现在他媳妇就不说这句了，说什么？改了，以前是哎呀你夹我头发，现在都是等会儿老娘把头发扎起来，来吧，简简单单。这光不光听见，你还看见了。啊，又怎么了？什么叫又怎么了？啊，我们家还是住广场是吧？广场旁边，广场旁不旁边的有你怎么着？你天天你就光听窗户根你不走是怎么着啊？走啊走啊，这窗帘没拉，瞧见了？不是你这行行行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客厅里边，对不对？看见了？好好好好好啊，正给你踩背呢。哦，踩背，哎不对呀，啊，等会儿老娘把头扎去了。来吧，这是踩背吗？对对，这是踩背。不，先踩背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先踩背后踩肚子。踩肚子干嘛呀？踩肚子练腹肌呀。腹肌是踩出来的啊？踩吗？踩踩人鱼线就踩出来了。哦，人鱼线是踩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那踩再给我媳妇踩死啊！踩死正好啊！怎么呢？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？哎，我们家有洛阳铲呢，这个就全用上了。没听说过，我宁愿少去我们家啊！这举例子吗？这什么例子？这是爱情小两口，嗯，真的，他两口子真是这样的，嗯、就是新婚跟对现代老夫老妻是不一样的，年代久了，两个人特别恩爱啊。他媳妇说了，这辈子都不会离婚。您听听，只有丧偶。对，你看，这是为了让我死啊！这是你看。嫂子是一个好人哦，哎，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好好说啊。有一个倾国倾城的名字，叫什么？李逵。李，名字好听。这是一夫当关的名字呀。小名好听啊，叫葵葵。你直接就说瓜子儿不就完了吗？还葵葵？不是不是向日葵啊，知道吗？不是葵花籽儿的那个。哎，就是大的西瓜那种。那不还是瓜子儿吗？那个，但是人长得好，身材好啊。身材怎么好啊？对了，大家闺秀，哦，哎，可以说是千金小姐，没那么夸张。但现在这么说话有点夸张，也就300多斤，嗯，体重千斤呐，不是130多斤，说反了、啊，号称小孙月啊，那还是300斤呢。不是，孙月就孙月，还小孙月吗？唱歌那孙月，唱歌那。对的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。这就是他搭档唱的吗？他唱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也唱歌这个，孙老师找大象去了。他那孙悦，那小孙悦，身材好、哦，叫什么可乐瓶的身材。哎呦，那个是感觉好。对对，可乐瓶就那两升装那个，哎，直上直下呀。不是，刚出生的时候是两升装，像一可乐似的。这孩子生出像一可乐，护士都乐了。你看，生一可乐，你说可乐不？不可乐，生一可乐多可乐呀、啊！没这么打比方，圆咕隆咚。现在好家伙，婀娜的身材，好看了。对的，前凸后撅呀、啊。哦，小身材好极了，好好长得也好看呀、啊。是吗？大眼睛、大鼻子、大嘴，该大的都大。哦，还哪儿大呀？这儿，大盆骨。对。你们家这是盆骨啊？这叫什么？好啊，这是下颚骨。对了，你看那亚洲模特，你仔细瞧一瞧，嗯、都是这骨头都见棱见角的。哦，哎，大的长得好看。嫂子，我媳妇儿，对不对？人家靠容貌拿过奖，是吗？不是说那个化妆啊，素颜，素颜呐、啊。对了，你化妆谁都能化得好看。拿的什么？万圣节素颜奖。这就是活鬼呀、啊！不是，人家鬼化妆，我媳妇儿不化妆是鬼，戴着头套呢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这个还穿着那个就是不拉几那玩意儿，那还是没脸上画呀。只要一加上其他的道具，穿着那个雪衣扮演贞子，哎呦，都是血，大长头发、啊、也化妆啊，扮演贞子，半夜12点啊，
往我窗户上爬。怎么叫人都说窗户，干嘛窗户？东北人有口音。你看一看你就是外省的朋友。东北人我们就窗户。不有你们不信我信。那就是往哪儿爬吧，反正往窗户上爬。半夜十二点往我窗户上爬，爬着敲窗户，快点，贺伦快给我开开，一会儿人看见了，快点。什么叫看见了？别人看见真以为是贞子呢，再得个打死。哎呦，这也装得太像了，对不对？太像了，我这赶紧把窗户开，把他让进来。哎，第二天走之后，哎，你看精神满面的。别，等会儿，怎么突然间就第二天了呢？此处省略一万字，你别省略呀，怎么就第二天了呢？他得卸妆啊。我媳妇不是素颜吗？头发呀，头发不得一根一根卸吗？往下薅。一根一根直上去的，这是、啊、不新鲜呢，头套怎么来的呀？哎呀，而且也化化妆，也不是说完全素颜，对不对？偶尔这都描描眉、哦、哎，总问我，哎，你看我胸毛美不美？是什么啊？不是，你看我眉毛凶不凶？这俩完全不一样啊。啊，胸毛美不美？眉毛凶不凶？对，差不多，差远了呢，差了二寸呢，这个对，眉毛凶不凶？哦，啊，老是这样，人媳妇性情刚烈。哎，对，哎，不拘小节，两肋插刀，就是比较大气。他们两个相识完全是因为嫂子，是吗？真的，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啊。他情窦未开，未开啊，情窦未开，嫂子愣给他撬开的、哦，拿我当开心果了，愣给他撬开的，给他送水，有时候送饭，啊，体贴呀，对，关心他，嗯，跟他说，狼言，今天我们宿舍没人，你来找我玩啊。哦，真去了，敲了一宿，发现真没人。是，净往你床户上爬了。就是因为嫂子没以为他敢来，嗯，哈、啊，叫没想到真来了，开窍了。哦，给他打电话，狼爷、嗯，哎，今晚看电影去啊，那个记得带身份证啊。哎，他还乐了，身份证，看电影不用带身份证，傻老娘们。谁傻呀到底啊，结果一计没成，就看吧、啊、看电影了，怎么看到那个快到十一点了啊，你说哎呦老爷你看快十一点了，宿舍门都快关了，你说现在都十点半了，嗯，咱们回不去了，这种暗示怎么办呢、啊、看他这又乐了，放心吧，明白了、哎、我背着你啊，我跑得二快啊，哎，正好10:50跑到了，来、啊、看门开着呢， please come in，我就是缺心眼儿、啊、给他送进去了，就这样全学校都知道，嗯，葵葵喜欢他，就他傻了吧唧的不知道，这层窗户纸还是葵葵给捅破的，我媳妇就是真大你啊，愣给他捅破了，好嘞，他说的是那个窗户纸，对呀、啊、追到了德云社后台啊，嗯，我师父正跟我们开会呢，他媳妇烫了一脚把门踹开了，踢破了。老爷，今天你给个痛快话，啊，你说当这么多人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你要不喜欢我，你给个痛快话说不喜欢，我现场找一个人我就嫁了。啊！说完这句话，后台没人了，就是一活鬼。你看啊，我就我师傅一人。哦，美女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师傅都吓得胡说八道了。敢追到这儿来表白呀、啊？行，你们两个结婚错不了啊！哎，两个人在一起结婚了，师傅做保了。对了，结婚之后，当然马勺没有碰，不碰锅沿儿。哎，这难免斗个嘴，偶尔打打架，吵吵的。是，但是他这人好脾气。对，有一天回来晚了，嫂子火起来了，生气了，胸毛都立起来了。没有，眉毛。对，眉毛都立起来了啊。您这是眉毛耷拉下去了，眉毛长啊，立起来了，好家伙，火冒三丈啊，啊，腮帮子鼓着，嚯、哦，啊，青筋暴露啊，哎呦，多大脾气啊，眼珠子努着，好，真是这样的，要杀人的感觉呀、啊。他一进门，一个大嘴巴子啪就过去了，上来就抽啊，怎么才回来？怎么才回来？
啊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10:50了，还有10分钟就关门了。这不是咱们已经不去宿舍住了？几点了啊？一把就把他手机给他抢过来了。抢手机干嘛呀？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人了？是不是有人了？啊哈！打开看，正好通讯录里边有个叫39M 的人。39M， 他媳妇这火烫就上来了啊！39M， 好家伙的，倒退两步，双膀一较力，嗨，把那家里的马桶给薅起来，啊！跑两步，第三步跳起来，干嘛？第三步啊？要不算走步啊？哦，打篮球去了，啊，一个哎，转身暴扣，啪的一下，科比布莱恩特给歇脑袋上了。嗯，哎，打开马桶盖，说，是得打开盖，因为我没脖子。39M 谁？不知道。快点，我说39M 哦，3月9号认识的妹妹，不是39岁的妹妹，比我还大一岁呢。3927岁的妹妹，还有惩罚了。3月9号39皮炎平的妹妹，你才有牛皮卷呢。39魏泰的妹妹，不是，这都不没有。这3月9号39 27穿39号鞋的妹妹。我至于的吗？39到底谁？到底谁？我这说不说？说不清楚了。正说着呢，哎，手机来电话了。谁来的？好，一瞧，正好是这个39M。接呀，接呀，接接，免提。到底我看看是谁。对对对，停停，还挺好。那可不，我想听呢。还挺好。哎呀，说话还有水音儿。啊，走着，我先管他。你等会儿，我再擦擦嘴。你别擦，你别擦，我按按钮了。你甭管这个，我都给冲走了。冲走什么？你都拔下来扣脑袋，再冲走，再电秃噜了我。好家伙，接就接，接接。好，听听。咔，接了，里边说话了。谁？郎鹤炎。哎，我是你三舅妈。哟，原来是三舅妈呀。你怎么早说呀？你让我说了吗？真是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别生气了，别废话，别生气。先把马桶摘下来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我换。咱这是马桶还是尿盆啊？这是。哎呦，真是的。嗯，我也不知道原来是咱舅妈，你怎么催这个呀？你管呢？哎呦呦，哎呦，这还有韭菜。哎呀，真是的。跟你说了，我也哪知道你存这个，你别生气了。来这套，你看，哎呀，你这还有金针菇，啊！我不在家都不带冲的，是怎么了？不是，昨天晚上孩子吃那个剩菜剩饭，我倒马桶里了。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个呀？啊，真是，你别生气了。甭赖他，平常三脚踹不出一泡屎来。对，哎，我离不开马桶了，是吧？今天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啊，可能是梁静茹。对，哎，听那个干嘛？当时就窜了。急了，火上来了，干什么呀？啊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，有扣马桶的吗？有吗？谁家老娘们像你这样胡？谁家老娘们这样？人家都贤良淑德、温柔善良，你告诉你巧妙地躲开了这些形容词。媳妇遇着环岛了。你这样的话啊，咱俩过不了。明天我就上东莞找一个去。对，明天我就上东莞找一个去。说完这句话，再看他媳妇儿，哟、嗯。哎呦妈！嘛，拿出了烟，点着了。这是我媳妇儿，这是于老师。于老师不是这样啊，于老师是这样。于老师抽的这是续命烟是吧？于老师抽着烟还得玩着手机。哎呀呀呀呀！真是，哎呀哎，没事没事，取消就好了。取消取消取消，哎呀呀，完了，截图了，好了，行了。哎，这是于老师，还说说我们家葵葵的事儿。葵葵抽着烟，比较媚气。郎鹤炎，哎，怎么着？明天还上东莞找一个？对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
别说我瞧不起你，怎么着？就连我这业余的对付不了，还想跟专业的拼？去你的吧！谦虚了，哎，真是这样的啊！都好多观众都对郎老师有一些误解，误解什么呀？啊，说郎老师什么什么不太聪明，还是脑子有病，弱智、脑残、缺心眼儿、傻，这不都是您说的吗？他们说的。你听听，说谁的？说我呢？谁给你的勇气？还是唱出来的，你看看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你告诉我，流言蜚语是谁？流言蜚语？对，可能是一个飞行员戴着护目镜又有近视戴眼镜的一只鱼。行了，我这人眼看狗低了。你这算狗眼看人低。哎，郎老师，我没发现今天你还小脑子好像发达了一点。干嘛小脑子发达？你脑子才瓦特了呢。是不是有点呛火呀？那较劲吗？玩的是吧？来呀。今天就哎，那你今天这样啊，今天咱俩今天就考一考智商，考一考，考一考就考一考，考一考。你说你需要多大的炉子？我需要，我也不需要炉子，我就怕你考时间长了就做出来。行行行，咱来一回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简单的问你个问题。问什么问题啊？快速回答我。这个，你父亲跟你媳妇掉水里了，你先救谁？先救我父亲。你看他都不问他爸爸跟他媳妇上河里干什么去了。是不是别人老这么问你呀？但是我能理解你先救你父亲，因为他媳妇儿水性好，他媳妇儿叫杨花。好冷啊！我自己开心就好了。是一般这种智力的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那再来一个行吗？刚才那都不算，什么再来一个呀？咱们来个一心二用。你什么叫一心二用啊？这么着啊，来，伸出你手的食指，就食指。你是在想刚才你想先救谁吗？伸出你的食指，啊，两手的食指，两手食指做对接，对接，看你能不能，哎，两个食指交叉上，哎，能触碰到，多新鲜，还可以，不能看。这个问题来了，我能问你问题，嘴也不能乱，手也不能乱，都答上来算你聪明。快来吧，我都等不了了。好了哈，哎，如果你要是能咬着舌头再能回答出问题，那你就更聪明了。我咬舌头轻易都说不出话来了，还看一看呢。来，朋友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梁鹤林。多大岁数了？38岁。有病吗？没病。那你干嘛呢？梁鹤林，38。这不你让我这样的吗？我让你回北京，怎么不回去呢？我回北京干嘛去呀？船票都给你买好了。哪儿的事儿去了？这不叫题目，这叫题目。哪儿开涮的？太上瘾了，咱来回来回答非所问，行不行？怎么又答非所问了？我问你的问题，哎，你跟我那问题要不挨着，我答上来算你聪明。我还是没太明白，行不行？啊，就是比方说啊，我问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，输了。我不吃，输了。我下会儿，输了。不是，我只要跟吃招边儿就都输了。行，来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一共也不多，咱就这么五句话。没问题，来开始，开始了。还有这个吗？随意啊，你要喜欢的可永久保留。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要说装傻只是瞬间，这真二是永恒啊。它能促进我的大脑思维。开始啊，你多大了？你屁股真大，干什么来了？我怀孕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别捣乱！你这玩意儿，他们这捣乱几句了？三句了。怎么了？赶紧问呢！输了吧？没有啊！问你几句了？三句了。
挨上了吗？挨上了吗？哦，挨上了，挨上就算输了。对了，那就我这没注意。你要注意呢？注意就错不了。再来一回。来啊！你多大了？你屁股真大。干什么来了？我又怀孕了。几句了？撒又那了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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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吧？没有，我还真没超过五句啊！不是，您这属于绕到人，知道吗？这考你的智力呀、啊，小表辈儿。小表辈儿是个什么东西？您有能耐，您得说题目，出个题目，出题目。这么着啊，哎、给你出个题目，出什么题目？哎、动物，动物，动物园的题目。哦哦，好好，我听听那个啊，嗯。说啊，动物园里的动物喝多了，谁最难受？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猴喝多了，它脸就红，对吧？但是猴屁股也是红的，所以它喝多了，它就分不清楚哪个是脸，哪个是它屁股了，所以它就难受了。自己指着，拿个镜子，对呀，那猴疯了。这最猴疯了吧？这不他说的吗？猴一喝多了，屁股一红，脸一红。谁说的呀？疯了。谁说的呀？最难受是猴。不对，不是猴。当然不是了。那我想不出来了。告诉你，就了。嗯。说动物园的动物喝多了，谁最难受？谁呀？长颈鹿。为什么是长颈鹿啊？哎，你看这长颈鹿，它脖子长吧？啊，怎么了？喝多了得怎么办啊？吐啊。对了，长颈鹿脖子长啊，它吐。特别长，到一半压力不够，回去。哦、但是他喝多了还得使劲儿，回去了。再努努力，回去了。你比长颈鹿还难受啊！这脖子长啊，压力大呀，这地球引力也大呀，脖子那么长，到一半回来了。吐不出来，所以最难受的是长颈鹿。然后长颈鹿就，哎呦，那个耗子没有他，就您这题目啊，对，听我这个，说动物园动物感冒了谁最难受？长颈鹿。为什么呀？长颈鹿因为他喝多了，你先等会儿，出不来，感冒了。对了，感冒了怎么喝多了？喝多他得吐，感冒了能吐吗？那怀孕了才吐呢，感冒，对，长颈鹿感冒了之后怀孕了，你这不符合逻辑呀、啊！那吐不出来一半回去了，不对不对，不对，肠胃感冒，肠胃感冒也没有啊。那你说，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说动物园动物感冒了谁最难受？谁？大象。为什么呀？大象鼻子长啊，感冒了它得怎么着啊？擤鼻涕呀、啊！哎呀，所以它就想擤鼻，它就这时候外界的这个海洋暖流往回一吹，不行，我还得醒出去，要不然我难受，我这个鼻子都囔囔的难受啊。然后往回一吹，大象最难受 ，elephant， you know？ 你咽了吧，听我的。要不你也咽了吧？哎呀，太恶心了！什么叫恶心？您这叫别的？还有啊？哎。说猩猩的鼻孔为什么特别大？他生气，爱生气，一生气鼻孔就大，完就吐出来了，等我回去了，鼻涕回去了，鼻涕不去，不用回来，攒多了蹭蹭就上一边去，唰唰，边边，累了累了，不是，你还打这去了。累了、不对，那不是吗？告诉你啊，记住了啊，说猩猩的鼻孔为什么特别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的手指特别粗。太恶心了，您这太不合理了。不是，您要您这样，那大象还能难受得了吗？猩猩直接给他挖去不就完了吗？他们俩关在两个笼子里，他那鼻子可以伸过去，不是中间还隔一个长颈鹿呢？那就是把他们没想，太恶心了。
不是您这都叫题目吗？这个这叫题目啊！啊，您这最起码得是有问有答合理的这个呀。好啊，好，再来一个啊！还有什么呀？给你听这个，嗯，听这个啊，哎，说台风天气，嗯，带多少钱才能出门？一分。那么抠吗？不是抠，我本来想一分钱都不带的。怎么的？台风你带多少钱不都得刮跑了吗？一分。不对，钱少了。对，涨点，一分四。你看我那四，你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边上写一点四。不对，不对，五毛。啊，对，九块二。这超不过十块钱是吗？我一个月早点钱九块二。一天吃一根面条，有时候还分早中晚。哎，我吃不下去。嗯，没有，我有星星帮着我。啊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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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都不对。那不对呀，啊，太少了。那您说多少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台风天气啊，嗯，最少的四千万才能出门。干嘛这么多呀？老话说得好啊，啊，台风天气每四千万不要出门，每四千万，没事儿千万呐，哦，每四千万不要出门，你这叫什么题目？四千万，说了那么一大堆，最后是这个。你听我这个，好啊，听我这个啊，好，听我这简单，天降大雨。打一歌手的名字，打死了。什么叫打死了？啊，砸死了。水点雨点太大，没有气淹死了。哪个歌手名字叫淹死了呀？那没审题呀。歌手的名字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对，记住了。什么呀？天降大雨，打一歌手的名字，谁呀？林忆莲。为什么林忆莲？你走着一大雨呀，林忆莲，林忆莲呀。好大的雨呀，还没有带伞怎么办呢？林忆莲，林忆莲，你跟我那个没四千万不要出门了，所以林忆莲了就没四千万不要出门了。咱俩是不是一个题目啊，老师？对，是啊，就您这玩意儿还能说呢？还你还真有点能耐。那可不嘛，还真有点能耐，多新鲜呐！哎，再给你猜一个吗？你还有啊？我想想，嗯，我想想还有什么题目？哎，给你来个连环题。连环题，连环题啊！说，哎，快问快答啊！嗯，说穿什么裤子显年轻？鲜艳的裤子。错。嗯，纸尿裤。纸尿。什么电影的名字让你马上想看？复仇者联盟。错。嗯，儿童不宜。吃黄豆为什么打嗝？吃的多了。错。嗯，屁迷路了。我实在逮不着他了。什么植物最老实？松树。错。那是芭蕉。为什么老实芭蕉？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好题目。啊，什么叫好题目？您这都没故事没逻辑没环节的，这个。哎，你说啊，你说那个，我说什么呀？孔雀跟鹦鹉谁最适合当服务员？这我说上来，鹦鹉因为它能说会道。错。嗯，孔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孔雀会开瓶儿。我的智商彻底被你颠覆了。好好好，咱们就来这个是吧。来来来，你听我这个啊，啊，有故事性的。好啊，一定要注意细节。好啊，说这个我们小区啊有这么一大傻子。你不用猜，答案出来了。谁说的呀？你。我没有他少。行，你拍老二。那小区就俩人是怎么着？我们小区有一大傻子，但是他不是那种意义的大傻子，他是小时候发烧，这个体温比较高，治疗不及时，脑子烧糊涂了，完头发都烧没了。对。你管着吗？好好听着，有细节的啊。他呢，这个病啊，到后来是越来越发作了。因为控制不了了，但是呢他平时说话呀就说这么一个没有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你这可以理解对吧？你爸你妈回来了吗？没有。这也可以理解。几点了？没有。
说现在天气怎么样啊？没用。这你听过吗？听过。小时候我就听过，好老啊。你什么时候听过的？我老早了，老早了，老早了，前天我就听过。啊？前天我就听过。我给你来一个吧，就这个都是老题目了。说，哎，有一个村，村里边有一个寡妇，你知道吗？拿着一只鸡，哎，来到河边，不小心那鸡啪嚓一下掉河里去了。哎呀，哭我的鸡！这时候出来一个河神，哎，拖着一个金鸡，你说是这个吗？那寡妇说不是不是这个，哎，河神又拖出一个银的，你看这是这个吗？寡妇说不是不是，哎，河神又拖出了一个鸡抽抽，你看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下蛋的公鸡，谢谢你。下蛋的公鸡，就这下蛋的鸡拿着鸡回家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们村啊有一个光棍，你知道吧？这光棍光棍男，哎，光棍男知道这事，这挺好啊，抱着这个鸭子也上河边，吧唧一下把鸭子扔河里，你猜怎么着？鸭子游走了。你是不是听过这故事？没有啊。